很肉，包括外面的东西。好，对我来讲太大了，我先跟你说。对，哎，他吃的是什么？小小人口罩，小人口罩。我也常常讲小人。小盐，一艘船的样子。2021要来了。你这种鸭子哦。天问我从哪里来？我的故乡在远方。所以今天是要还原？没有。没有这件事，没有这件事。每天抹的那个胶，那个浪子膏，真的是，就你每天不洗头会很痛苦，然后你没办法睡觉，然后你的头发就一定是竖起来的，那冲天头就是这样来的。然后那个包包头也是，就你们只要看到任何头，都是浪子膏弄出来的，然后再加上这个夹子，可以在我重复的伤口里面不停的插。然后有一天那个发型师插进去的时候，我就说哦，好像有点刺痛。然后他说拿下来的时候，他说哎，看起来有什么东西洗。我今天的早餐是一片全麦吐司，然后吃了一个不应该吃，但是偶尔还是得要试一下。这是什么？就是火腿，这腌制品。然后两颗蛋，你有懂吗？两颗蛋为什么？女生呢、啊，要是想要把背练好，胸一定也要练，胸练不好，背一定练不好，所以这两个是一体的。然后再来就是重训，它有个很重要的要点，不要告诉我说你想要瘦哪里，这个应该是非常多健身那个。就是比较老手的，甚至健身教练就告诉你说，没有可以选择哪边瘦，那是天生的遗传。可是你瘦哪边就是跟着瘦，就对了。反正有一天他一定会瘦到。这工作呢，因为他今天这個东西，我觉得他比较累文青，但不是那种很文青的那一种，就是算都是就是自然派的那一种。然后。他问我的问题，我觉得都跟我的年在我的年代里面是很开心的事情，而且我比较不喜欢就是有一个身为七八年级生最难以忘怀的偶像，干嘛讲出我的年纪？奇怪耶、欸，七八年级，三。你的效果太崩裂，我说他看不懂。然后接下来接什么歌？得意的笑，笑开自己的图了。跟你的专辑照，对啊，前面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我甩到那个，这很厉害，就甩到那个眼睛都 OK， 都 OK。他说他一直甩，今天有点红肿这样子。然后一刷到眼睛，然后就觉得这边这一块好像有点肿这样，然后想说啊，停，你不要再甩。红色是金星，那我用红色，然后红色是那个火星。我应该是用这个颜色。你选黄色，我应该要这个颜色。绿色吗？绿色。绿色是什么？木星。木星啊。哈这是什么？木星。不行，这个粉红色是小小兔。这是小小兔的。对，就是这个成语。对，这是小小兔。这是小小兔，粉红色。变身。万分的。我觉得刚刚那一画面真的很帅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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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无聊，因为不是很多 MV 都是这样嘛，去完成这边哦，那个是秀，都是那种秀里面，然后出来，然后给那个人出来。你应该从那个从这边，然后让突然插出来。对对对啊，这样吗？拉拉开了。这才好。飞到你死掉，因为我人家的对面。家就是对面的词，就你在那边唱。若下一步可为，我明白心动把无所谓。就下一步，就下一步，对，先这边。好。等一下啊、哦！等一下，可是他因为刚买，好像要摇一摇，跟我们刚。有腰线还要摇一摇吗？现在你只要一蹲下去就好。压一下，你这样子压压出来。对，他很认真压。有了有了，有压。你不会放，我刚才一定是压，是谁叫我压？谁叫我压？多少次我惹着伤口的泪水，只是为了我只值十块。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，我不在乎。十块，你们就给我十块就好。做成这样的时候，这个要来，好吗？谢谢哦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。到了，不要发出声再见。真的，我们要到 Seven Eleven 去等车，有没有很开心？为什么 7-Eleven 以前的那个歌，那个 Jingle 的歌是很好，最早以前的有听过吗？噔噔噔，这 7-Eleven 真好。不是你唱的、啊、这什么？等一下要去吃东西，对，春酒，因为我牙已经吃过，现在该春酒。你看我多爱吃啊！妈呀、欸！肉跟菜对不对？我绝对吃到饱，让你看。吃播吗？不是要吃播。那个牛舌肉，你不能现在一直讲完，我吃，不能一直讲完，这样子一下就没有人想要按小铃铛跟那个，就是请点，哎，是怎么讲啊？按赞，按赞，然后点小铃铛，按订阅啦。对，突然不会讲。手伸出来，手伸出来，摄影师手伸出来，惩罚，就是要那个订阅，然后按小铃铛，我就会有下一集。如果你没有订阅，人数没有超过，我的目标很比较低一点，5000，好不好？5000啊，你就给我5000了，好不好？先5000，我就有第二集了。你如果5000没有的话，我想我第一集就先终止一下，好了，暂停，先暂停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切都是为了你们。对啊、你们人多，我就是第二集；你们人少，我告诉你，4999都没有，除非你加一。我就有第二。哎、欸，因为还有吃播啊。哎、欸，我们的主题很多哎、欸，很多元。勇猛帮我这个擦擦一下，炸小姐，也就是有在重训的人，教练会告诉你千万不要吃的东西，就是炸物。但我等下就要吃，这段播出我教练会难过，但还是要吃。天哪，是人类的食物哎！吃播，等一下有另外一种吃法，比较狠的，是别人教我的。有点
刚开始本来就是想要把它挤进去，就他说要挤进去的话，就不会就会生蚝的那个口感会跟柠檬就直接太搭，就是应该怎么讲，就是你会完全吃到生蚝的味道。所以他说，如果真的要吃到生蚝味道，就要这样整个这样吸进去，那一样柠檬或者就是直接咬柠檬，他说那个感觉会比较好。后来我就这样吃了3颗。所以你最高纪录是？最高纪录一次一天一个晚上吃13颗。那吃到谁？吃完。哎呦，吃完很补哎、欸。你要帅死我！不要这样。那个肉饭。那牛舌，我倒了一粒饭呢、欸，这不是好吃哎、欸，是吗？哎、欸，这蛋不会腥哎、欸，它应该是有机的，好厉害哦、喔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你要什么吗？就是刚刚讲的，他就问神明，那谁泡椒牛，他不吃羊，所以我来试看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个泡椒牛。这样子也行的，我每次出去都他不吃牛，四个他不吃牛，感觉像我平常那个。没把我备餐的那个牛肉加金针菇感到，这还蛮好吃的。后劲有泡椒哎、欸，后劲有感觉，它是在最后，它有泡椒的味道出来，所以它不是在后面，这个也可以加分。夸张吗？皇上，今晚就让臣妾来带您喝这杯酒，谢谢您，新年快乐。所以我每次你 看到我的戏的时候，有那些讲比较那个是这样讲话的，那是我配音。我的配音也很辛苦，因为我在里面讲话都很快，所以他非常专业，谢谢他。谢谢大家来参加今晚的春酒，然后也祝福各位在未来的一年当中，等一下我们再试，不要留酒。祝大家在未来的一年都能够工作多多，然后呢，身体健健康康，钱多多多。干杯！干杯！干了！干了！干了！哎，会不会大家电视机也不要乱学啊？哈。嗨，真的谢谢大家，因为今天这一支影片是我的第一次。然后希望大家都会喜欢，然后也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啊，然后想要看的东西都可以写在下面，然后记得要订阅一下小铃铛，然后希望2021年我可以多跟大家见面，然后在影片上跟大家一起说说话聊聊天。你不会想要看我重训吧？这个影片是我重训的影片。然后现在是在做我的胸，然后跟背，想看吗？我们会让你看到，但请超过5000，谢谢，啾咪。